个有氧舞蹈跳得滴滴答答，评审会给他什么样的评语呢？我们来听听看吧。其实这个跳舞需要力与美的表现啊、哦。那美乐蒂刚才就很认真在跳，我们看得出来。然后力呢，力道还差一点。那美呢，还好你有甜甜的笑。这基本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我是觉得那个整个曲线没有表现出来，因为通常这个有氧舞蹈啊，这个收跟放之间，跟力跟柔软的部分啊，要表现得很，那个线条感要出来。不过我感觉到你好像是幼教班的。哦，教幼稚园的那种跳法。来，麦克风拿一下。来，美乐蒂练这一首舞练多久？两个月。啊，要两个月了。这个不是刚才下面两分钟排下来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你对节奏感的敏锐度不是那么强烈，所以你感觉只是在摆 pose。好了，那谢谢美乐蒂啦，谢谢啦。好了，现场不得了了，刚刚呢？有一个算是爱的呼唤之后呢，包氏三兄弟齐聚我爱黑社会的画面即将重现，欢迎包小博老师莅临现场指导。哎呀呀呀呀，小老师，来来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刚才我还特别强调，是，我说我们包氏三兄弟呢，唯一这个毒舌派掌门人没有出现，这个评判下去，大家感觉好像不够辛辣。代表一件事，你知道吗？是，就是说那个我们三个要凑在一起还真难。对，你知道吗？对，太忙了。对，你知道，因为现在以评审他是非常专业，各大节目都已经找他，希望能合作长期。但是呢，已经有很多制作人一直希望我们三兄弟能弄一个类似超级毒舌派。哎，我觉得这很酷，很酷，很酷。对，但是去你们那个单位的话，恐怕这心脏要跟陈静心练。但是话又说，不用太强，我们只要在我爱社会做就可以了。最 OK 吗？因为我这个我必须要站在黑人这边啊。从我爱黑社会开始，我来几次了？五次了。起码第五次，四五次，对不对？至少是五次。我已经把这边当什么了？自己的家，算是。你当做我的教室，那你完全没有融入。我把它当做我的卧室。够哎，因为真的够亲切。那你知道吗？装得很在世的样子。对啊对啊对啊。在世，我已经是睡在这里了。哎呦。但是我跟你讲，刚才两位比完，像后面的好紧张，你看你出现后面更紧张，差题了，还没出来，大家还我告诉你，不要以为刚前两位表演我没看到，我是在那边后面，我没进场，但我在看 monitor。哦，真的、啊？第一个自弹自唱那个，对对不对？其实有补充吗？有补充？不用补充了，反正呢，等一下分数会列出来，是你知道吗？哦，你刚刚也在有实力、有才艺、有才华的就可以入选我爱黑社会。好，如果都没有的话，请回家吃自己。果然，包小波老师一来就老狠话，后面表演的妹妹可是要当心点，好好的表演哦，别让包小波的毒舌攻击到哎。小波老师，跟您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是甄选哦。对啊，对啊，今天不是淘汰哦，甄选啊，甄选有一种可能啊。对，先把淘汰光，可能一个都没有。哎，有可能哦，有可能二十个都是哦。哎，标准的高低啦，我跟你讲，自己心里那个标准，我跟你讲。看到包文明没有？标准就很低了。好，包氏兄弟，那我们紧接着开始。三号，请就位。三号小鹿，外形甜美的他，平常喜欢逛街买东西几盒珍珠奶茶，希望他的表现能够受到评审的青睐哦。大家好，我是三号小鹿，我今天18岁，然后身高148公分，体重40公斤，然后我今天要表演魔术。好，然后我现在想要请黑人老大可以帮我哦。行，好，然后现在这边是已经开始了吗？对，哎，老师音乐啊，麦克风定位呢？好了，魔术即将开始，给点轻音乐了，来 ，OK， 计时哈，这边是4张 K， 哎，好，现在把它排起来了。手太小，不好意思。你在抖吗？没，很紧张。我有紧张哎。像什么？要抖。好像什么？像扇子。不是。像
四张 K。好，反正不重要。我是师傅来讲，就像是这个，就是一个阶梯，所以这个魔术，这个魔术叫做跑上跑下。跑上跑下。嗯，好。然后现在把四张 K 摆回来。好，第一张 K 要跑上，对不对？好，先把它放在最下面。不好意思。好，你现在把它吸上来。吸。不要抖。有人紧张是不是？紧张啊！你要吸它看。吸。不用，你就手。好。刚刚在最下面哦，然后现在就跑下，对不对？嗯。好，现在把它放在最上面，它就跑下。好。下。然后现在是。跑上嘛，老师说你已经超过时间了。好，很快快结束了。好，跑上。上。好，最后一张是跑下。下。好，再一下。下。好，这全部是张 K。掌声鼓励。哎，玩电流啊，很紧张是不是？紧张。很紧张。来来来，刚刚这魔术。可能是1分23秒才结束。对对对，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嗯。然后因为他太紧张了，他抖的时间扣掉的话，可能对啊，就很快就做了。就可以。然后他并没有把魔术一个很重要的流程先让观众精髓对介绍得很清楚。比如说，你刚刚没有介绍很清楚，人家都认为52张全部是 K。你懂的意思，你没有让人家先检查说，你看只有是4张 K 哦，其他是不一样的哦，有没有逻辑问题？哎，逻辑你要先告诉人家，才会觉得哎，神乎其出现了，对不对？可以从上面打下面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接上，因为太紧张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乱了方寸，然后睡的状态太多了，嗯，你知道吗？魔术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叫巧，轻巧，手巧，对不对？小鹿，那刚刚这魔术你自己没有？我想到我有准备一个礼物要送给评审。哎呦，还有礼物吗？还有，还有哥哥。不好意思。啊，下次这个贿赂啊，先做，然后再表演，那不然分数很难打。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戴帽子很可爱。对。哎，这样哇，这乱的受不了。给镜头看一下特写，微笑哦。等一下啊，很可爱，外形也是我们要求的重点之一啦。实不相瞒啊，好，谢谢小鹿，谢谢，欢迎下一位。4号凯凯，平常喜欢听音乐及逛唱片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当上艺人。现在就来看看他今天的造化如何吧。评审大家好，我是4号的凯凯，然后今年18岁，身高155，体重17，我今天表演的是跳舞，谢谢。Okay.